有了吗？天啊！欸，可是我对这首戏的黄韵有点那个印象，怎么办？但是我们玩太多手游了，所以黄月英都搞不清楚。很多武将手游都黄月英啊。你们先看一下哦。你陪我误入尘嚣，越过尘世喧嚣，谁也不能阻止流雨的等候。我真的好想你，在每一个雨季。那两个冰也是一等是吧？你选择遗忘的，是我最不舍的。直到今生。哎，我没有那个。我的故事还是跟你一样。这把小小狗也吧，那好可怜啊！所以几乎才一集。啊你啊，我这是要先到什么时阵？这个吗？哎，重点拉回来，看一下什么活动。这个是银色猎犬的活动内容哦，那你可以看一下，它有一些累出的一个奖励。那像这边有所谓的银色商店，你根本可以刷新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些龙形兑换的一个奖励哦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官方最新的活动内容哦。哎，我睡起，我们前几天有登录，我们可以领取这些奖励的，对不对？OK， 这什么？见证粮草。真正身体。机场岩石。最巧。这个。OK。所以上一页也是可以跳过的，我不一定要下面那一个跳过。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资源已经可以扣两个，已经可以扣很多金，感觉啊都忘记主线了，讲太久了。OK， 上一页可以直接全部跳过。